我真的，这个海滩和我上次去那个和 Kev 去的海滩一比，完全不是一个海滩哦，相差太多了。然后这么一看，真的基础上还是蛮棒的，而且主要是太阳一出来，这整个夏天的感觉，现在整个穿半截袖都不会感觉冷，然后现在感觉就是感觉穿衣服穿的实在太多了，因为上次来基础上实在是被冻怕了。啊、因为我看那岩石都湿的，所以涨潮的话应该全淹没了。对，哦、我们来正好，正好退潮。要是真的海滩，沙滩好干呀！我们进洞了。比风好看。哇哦！看那边好玩。Sorry. Okay. 行吗，明？拿手扶着点儿。都是贝壳，不是贝壳，这是那个什么？啥？青口。快打开吃了！别千万别，哎呦，快点过来！踩在上面，踩在上面。你走开！哎呀，过来了！你看，真的，这是个青口。好吃吗？嗯 ，double chocolate。No。是 double chocolate。No。为啥？新疆。不是啊，它这个巧克力名叫 double chocolate， 就是双倍的巧克力，但是你选的是 single 的，就是一个球，知道吗？嗯。一个球。嗯。是不是太热了？你看。嗯，对。真地热，我都冒汗了。我终于把两个外套给脱了，我这才是夏季应该穿的衣服。在迈克尔带领下，我们逛了华人区，逛了富人区，然后又去美丽的基督城的海边去逛了一天，真的是基督城感觉是超级的棒，和上一次，只是和之前的每一次我来基督城，给我的感觉都不一样。对，所以今天要谢谢迈克尔，他超级棒。然后，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也要积极乐观正能量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